Hello，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大师。好，我们继续玩《第七十四》吧。虽然这个手游没什么人看啊，但我觉得它的动画还是做得蛮好的，所以还是决定录个几集，先多试几次水温。任务，接收。好，走吧。一之五，提雷尔城。不需要战斗。与迪艾尼相遇。哎，柳叶殿下，你去哪里啊？查尔斯勋爵，你刚跑到城外吧？我不是说过很危险吗？这样不行，我建议你要去城，让你知道外面的世界有多么危险。现在好像很吵哎，没关系吗？随时都有例外的。这边应该是跑剧情，单纯跑进去，跑剧情而已。故事的线。然后得到一只狼，这样。这边有三个区域耶。先走主线。欢迎拉斯大人，我是圣王国伊杰拉的女王，迪艾尼。女神用尽力量的同时产生未知空间，大陆到处充斥着魔物。好，先去休息。拉斯大人，什么？你怎么在这里？这不是单纯剧情而已。探索的事情，我们之后再回来确认。那什么事没做啊？这边 MVP 了，欧热必斯之心苏醒了。强化建筑。哦，这是资源啊。OK，然后呢？我们再回到提雷尔城，走一下其他的路线。
哦，可是这样绕好远哦。走这里。这不是刚才走过了吗？前面不能走。OK， 然后这边有好几个岔路啊，走走看。右上。刚才应该先走这些地方的。哎，这么剧情啊？有剧情呢。哦，这边的宫殿还真大。我莫名其妙拿到一个宝剑，这样子我是走错，我还是绕一次回去。哇，这好长哦。可以快速跑步吗？哎，这还有一个人。好，我们等一下走左边，然后就可以就绕完了。哎，还有一个人。哎，不对，哦，这边到底了，所以刚才要回到原本那个绕一大圈那边。好，这边快走。好，就是这里，这边左上角这边没走过，有战斗哦。내가상대하지。为什么这边会有战斗？메르시스준비완료열심히해야지我狼其实蛮强的，他四十等，比我还高等。진짜는지금부터야질수없지힘을해방합니다내가상대하지명령을내려주십시오好解决这边有什么힘을개방합니다哦，这有 boss 啊，电脑 boss。
도망칠 수 없어. 명하노니 승리! 还好他不抢，我一个咬400多啊！你帮忙守卫城堡，真心感谢你。但是北边的城外的魔物真的很强，请务必小心。大型结束。 OK， 申请确认。哦，这是支线是不是？很强吗？大家看。好，我们偏离主线了，各位。不过没关系。哎，艾德勒的提雷尔城脱逃记，哦，这也是有剧情的。我会在天黑前回来。这边很强吗？啊，发现魔物！好，要全面动员这段时间认真学习魔法的实力，把它除掉。哦，这边史莱姆、哦。好像有点强哦。命令내려십시오。공포의신해방하라。啊，这个咬。저온힘좀내줘라。질수없지。내가상대하지모든생명의주인이여광위를힘을개방합니다열심히해야지명령을내려주십시오저는나아지고있습니까城宫外围真的好多魔物、哦，很好，艾德勒，继续加油吧。도망칠수없어응답하라好久等呢，哇，很强。카르노메르세데스준비완료결정摇。힘을개방합니다블레이저轻松啊。克罗艾。我是女王与王子，好好相处吧。哦，这边有任务哦，申请。走。然后呢？这样会被打死啊！好，先选这个。哎，后面还有啊！这击退了魔兽，现在这么弱。这要打几关呢、啊？명령내려주십시오함께해요알았어내가상대할
이제 넌 쳐보겠네. 지혜! 균열 너머로 허무의 지점까지! 운명이여, 길을 비켜라! 이제 저도 쓸만한가요? 마음에 드세요? 哎，现在 boss 不对哦， boss 怎么变他们了？切数据，我怎么觉得他们好像很强？힘을개방합니다각오해나알테르파이팅하자카르뉴메르세데스준비완내가상대하지여기야갑니다모두없애줄거야열심히해야지야힘을개방합니다도망칠수없어각오해조건내주겠어핫핫공포의시야개방하라진짜는지금부터야这边有两个射手职业跟一个自然属性。OK， 确认，这应该没的吧？还有，好，那继续，应该不会很强吧？你看暗杀我们过往是不是명령내려주십시오모두없애줄게这个支线也太长了吧내가상대할자힘낼게요카르뉴메르점이에요내가던줄게완료고고힘을개방합니다세종이쏘我了질수없지각오해나열심히해야지명령을내려주십시오내가상대하지이게내능력이야
카르노 메르세데스 준비 완료 블레이저 모두 없애줄 거야 갈기갈기 찢어 좀 도망칠 수 없어 명하노니 승리 알테르 파이팅 하자 명령 내려주십시오 저는 나아지고 있습니까? 哦，结束了，哈哈哈。剧情太长了吧？大厅，哎，所以会变怎样？看一下，哦，啊，这个什么？哦，这太难打了，回去，好了，这集到这边了。好，那喜欢我们频道换频道，左下方的图片按下订阅，右下角的订阅按钮跟铃铛记得打开，叫我们更新影片，你就要收到通知哦。谢谢大家，这里收看，拜拜。